四回。就这样。真是为小儿与女子难养也，当初为何要找一个如此气人的师妹？出来吧。原来你早已发现了。身为一个大盗，身为一个叱咤风云的江湖侠士，若连这种小事都发现不了，也不用在江湖上混了。我方才不过是给你留些面子。说吧，为何要跟着我？你头发的味道是有多久没洗了？姑娘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不会是专门提醒我洗头发的吧？当然不是，大人不放心，所以安排我来监视你们。我们几个都中了如此恶毒的蛊毒了，还能逃到哪儿去啊？我巴不得赶紧找到地图呈给你。你无需跟我解释，我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。姑娘，咱们也见过几次了，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啊？花灵。哦，花姑娘，你当真要跟着我？自然。这便有些为难了，我这个人自由惯了，一向要面子，而我的住处又很乱。我不介意。可我介意啊。与我何干？你无需对我花言巧语，你过得如何与我无关。你当真要跟着我？当真要。我们两个当真要住在一起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干柴烈火。这光天化日舞刀弄枪的，我就开个玩笑嘛。我不懂开玩笑。哎，安大人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男人戴花、啊、没见过。有病，神经病。神经有病吧他。将这刑部天牢布置得跟家里一样。我堂堂天牢大少爷，岂是浪得虚名啊？可是未免也太脏了吧。我一个刑部天牢要犯，又要闯安府，又要找麒麟角，忙得很。哎，那是我的擦脸巾。你为何将擦脸巾放茶盘上？大人，住口！若不是本官亲自去安府将你接了回来，想必此刻你早已身首异处了。薛少秋啊，薛少秋，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大人，那安禄山虽贵为节度使，可属下也是朝廷要员，他胆敢在长安城内囚禁我，光凭此事
我们也可将他治罪了。你莫非疯了不成？你竟敢定他的罪？安大人乃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我们区区一个大理寺，岂敢去得罪他？我去安抚乃是为了调查近来的失踪案。哎，以后休要再提失踪一案。 你就这么打算一直看着我？是，我真有那么帅？令你如此着迷？你不必管我。好，我渴了。好，给我沏茶。好啊，你就如此待客？方才好像是你说不必管你的，口渴了，又与我有何干系啊？你倒是很听话呀。你只是监视我。 却不能干涉我。哎，你耍赖！我摇铃铛又如何？住手！喝什么茶？随便。这茶是从皇宫里拿的，贵得很。 尝尝，如何？闻起来还挺香的。你干嘛？很贵的。洗杯子。我洗过的。花玲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…… 我就再给你倒一杯。喝吧。想不到天牢里竟有如此好茶。俗话说，拿人手短，喝人嘴软。这是何意？意思就是，你喝了我的茶，就得给我解药。 我肚子这鼓，区区一杯茶就想要解药。此案今后你不必再管了。什么？此案一直都是我负责，岂能半途而废？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任务？西北有一个小镇，出了一个奇案，当地根本无法破解。 本官深思熟虑，唯有你最能胜任，所以派你代表大理寺前去调查此案。属下不去。我乃大理寺少卿，有权抵制发配外地之事。更何况长安城之外的案子，本该由刑部去管，岂用得着我？大人，难道是被安禄山胁迫，要将属下调离长安城？ 此乃我的全部积蓄。哼，你以为我是你那爱才的小师妹啊？还以为你有何绝招呢，真是庸俗。你到底怎样才肯给我结果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18年前你在何处？18年前，我在宣州的杨府做书童啊。宣州？你也去过？我从未去过。哼，只是我有一个故友。 他也叫李天。我还以为我们两个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呢。你住口！泼妇！你去何处？我去分娩。其实此案非你去不可。为何？因为此案。 跟10年前你父亲离奇失踪有关。大人，这是要去何处啊？西北。西北？长安城西北乃是皇陵，我们去那儿做什么？不是长安城的西北，是大唐的西北。沙漠啊！
大人，您为何要去西北啊？那安禄山怕我调查，不知用了何方法，让胡大人调我离开长安。我知道，胡大人也有难处。再者，或许真能找到我父亲失踪的真相。所以我才答应前去。只是此番要辛苦你了。大人不必客气，不管你去何处，其心必定跟随。只是。 江湖人士的失踪案怎么办？安禄山既然如此对我，定是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暂且放下，等我回来后继续调查。那李天呢？早晚抓到他。撤！撤！ 你的衣服实在太恶心了，我忍了又忍，实在忍无可忍，就给你洗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趁我睡觉的时候摸我的身子。摸你？你没洗澡？你早说嘛，我洗。无耻！哎，相处第一眼就扒了我的衣服，还说我无耻？ 谁叫你睡觉穿着衣服呀？全洗了，一件干净衣服都没给我留啊！你有干净的衣服吗？哎，那个就不用擦了吧。逛逛那么多犯人，不知道有多脏。 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洗衣服。你小师妹不给你洗吗？她洗一件衣服要10吊铜钱，都够我糊个裁缝了。原来她如此贪财啊！嗯，难怪我上次变成她会被你们识破了。花姑娘，你把这牢房打扫得如此干净，我更不想出去了。 那可不行，你还得找地图呢。我就是开个玩笑嘛。你为什么总是爱开玩笑？哎，真是个不懂风情的人。哟，李天。哟，打扫得这么干净。 看来你真不想出去了。哎，手拿开，刚擦的，别弄脏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都已经入秋了，还光着身子。我看你当真是疯了。哎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李天，前些日子你跟我说，你还有1年零2个月，我查了卷宗，是你记错了。 你还有2年零2个月，但我替你打报告了，给你减刑了2年，只剩2个月，赶紧搬走吧！啊，谁让你打的报告啊？花姑娘，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和我约个狱呀？我们还是赶紧商量一下地图的事吧。 好，嗯，你为什么藏了一罐铜钱啊？铜钱？怎么都不一样啊？我帮你洗一下底裤吧。哎，不要！没关系的。不要！哎，真的不要！为什么呀？我帮你洗一下吧。哎呀，你快点！啊！
大明兄，你这是为何呀？不会是中了蛊毒之后就变成女人吧？不会吧？还好还在。休要胡说！喂，现身吧。你这贱人！哎，小师妹，别一见面就打呀。他为何会在这儿？安大人不放心，派他来是监视我们的。既然是来监视我们的，我……小师妹，打有何用？还是先找到地图为上。还是你们大师兄头脑清醒。闭嘴！好的。没说你。好的。怎么找啊？若要找到地图，如今也只有去找田师叔了。找我师父？他怎么会知道？师伯生死未卜，我师父和小师妹的师父也早已离世，如今唯有田师叔健在，也唯有田师叔可能知道地图的下落。不要吧，你们也是知道的，我师父的脾气一向古怪得很，住的地方更是恐怖无比，连我自己都不敢轻易去。我们这么多人一起，有什么可怕的？真的要去啊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这蛊毒不过如此，蛊毒发作之时不过肚子变大而已，怕他作甚？你本来肚子就不小，你倒是不怕了。我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我挺着个大肚子，谁娶我呀？我娶啊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若是任凭蛊毒发作，七日之内便会全身爆裂而死，死后会化作干尸，而且面目全非。好可怕呀。滚。好的。哎呀，花妖奶奶，您何时来的？您回去睡午觉去吧。好好好，我这就给你做饭去啊。我不饿。哎呀，又是红烧肉啊，你不是昨天刚吃过吗？你想吃成像他这么胖啊？真是花妖啊。我胖吗？我做饭去喽。我胖吗？做饭去喽。我胖吗？他为何会识得我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去找田师叔询问地图下落。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真的很恐怖。之前我就听说这地界闹鬼，要不咱还是回去吧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，无非都是恶人拿出来吓唬人的。什么呀？大人，走。咱们回长安城吧。既然如此，咱们更得会会张大人。短短几年，竟荒废成这副模样。想当年师父还在世之时，这里是何等热闹。哎呀，反正都已经荒废了，不如就卖掉好了，还能值个500贯。聂小千，哎，我可都打听好了，此乃世家，连庆王都出价了。聂小千，你若敢动我师父的宅子，
我保证让你不得好死。过几天呢，就可以拿到定金喽。再说一句，哎，小师妹，这就是你的资格了。你卖宅子也没跟大师兄说一声，你卖了多少钱？喂，你们四个真的是师兄弟啊？我也有些疑惑呀。大师兄，你过来，李小千，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有本事你打他呀！你少说两句，再说一遍，你再说，把他给我拉好了。李小千，一般见识，给我站住！打不死他，对不对？李小千，一般见识有什么用啊？要打就把他打死啊！大师兄，你别跟小师妹一般计较了。哼！啊，这个地方怎么都破成这个样子了？你来过这儿啊？没有啊。那你说的跟来过似的。闭嘴！好的。师兄，以前师叔那些好玩意儿都去哪儿了？此乃我师父临终之前留给我的，依你们所说，也只有这个东西是通往女儿国的地图了。哎呦，哇，为何会起火？李小千，我可没用幻术，这可都是真的，不信你摸。难道本人知晓了地图之事？还不快救火，一会儿烧没了。附近有条河，赶紧打水去吧。花姑娘，伪君你坚持一下，一会儿回来救你啊。快，终于把那个花妖给甩了。大师兄，你是如何想到这妙计的？先离开这儿，换个地方再说。啊！下关这衙门甚是简陋，薛大人莫怪。不妨，哎，请。薛大人从长安城不远千里到此，一路奔波，辛苦了。张大人客气了。不知薛大人到此有何事啊？是为了来查案的。查案？听说此镇闹鬼。看来薛大人已经听说了。来的路上，我就看见了一个驱鬼的道士，那阵仗，想必谁看了都会知道有事。哎，是下官无能，查不出真相，只能暂且请人做法，稳定民心。况且此事我上报刑部多次，都无人理会，想不到竟是大理寺派了薛大人来。好。那你说说，到底闹了什么鬼？此事可说来话长了。我已命人备下一桌酒菜给大人接风，不如我们边吃边说。张大人，薛某来这儿是为了来查案，可不是来吃闲饭。大人误会了，下官不是那个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请大人随我去现场看看，一看您便明白了。大师兄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是如何想到这妙计的？他是花妖，自然怕火，只是经过这两日的观察，发现他单纯可爱，勤劳能干，又极为爱干净，连我的脏衣服他都洗得干干净净。他还给你洗衣服？大师兄，洗衣服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是说，他做事谨慎，不相信任何人，若是选择直接用火攻，恐怕会被他识破，
所以我才找到小师妹演的这场戏，让她放松警惕。刚才你们吵得也太逼真了，演得真好。我跟大师兄吵架还用演啊？我们是真吵架，七分真三分假，难怪他会上当。小师弟，你的戏演得也不错啊。二弟，你演得也太夸张了吧？我没演呀，我是真怕呀。在下佩服的六体投地。哎，大师兄，五体投地我知道，何为六体投地呀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一二三四五。哎呦，原来如此啊。哎，这火只能控制了半日，眼下我们如何？眼下我们马上去找田师叔。别去了吧。我们去找田师叔看看能不能解蛊。嗯，我师父还会解蛊？去了便知道，走。哎，我，哎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老头子近日身子每况愈下，老是睡不着，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了。你放心，等我攒够了银子，一定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我信你。当年要不是你爹从中作梗，你我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，你也不必每天面对那个糟老头子。那是何物啊？我们和田师叔许久没见了，二师弟，师叔如今如何？你多久与他未见，我便多久。这是为何？师父知道我教书的消息，差点与我当众断绝师徒关系。师叔为何不让你教书啊？只因他大字不识一个，我教书让他甚是丢人。怎么可能？师叔还送过我一幅字画，是他亲手写的，现在放在我家里呢。那是我写的。我说怎么那么难看呢？回去我也把它烧了。你不要可以还给我呀。好呀。我那你今日去不怕田师叔打你啊？那是必然，打死我都有可能。我说我不来，你们偏让我来。师弟，可否帮我算上一卦，今日我是否有血光之灾？二师弟你放心，今日若是田师叔把你打死了，但我们的蛊毒曲解了，我们定会将你厚葬。我哎哎，你们太无情了。你还记得之前在河边发现的那具尸体吗？自然记得。薛大人，你以前见过这样的死法吗？这些受害者死法都是一模一样，据我的判断肯定与安抚有关。大人，您说的可是三镇局都使安禄山安大人？可是长安城离此处有千万里之遥呢。所以此地问题重重。什么问题啊？走。
这么长时间没来，还是老样子啊？还是没比以前强多少啊？我师父富可敌国，我说这些你们可能都不信。不信？你师父要是富可敌国的话，你怎么会这副德行啊？啊？你们随我进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叔，师父，师叔，师父，这就叫富可敌国。你们家把金银珠宝都摆院子里啊？我师父都藏屋里了。富可敌国，富可敌国，师父，师父，敌国。不是我跟你们吹啊，就这宅子，早晚有一天是我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就你，师傅，拜见师叔。你们怎么才来呀？不必客套了，过来，尝尝我新到的好茶。师叔别来无恙啊。你小子竟然还活着呀？托师叔的福，如今还不敢死。不过他也快了，师傅。不只是大师兄，我们几个都是。你为何还在教书啊？回师傅，误人子啊，不，不是，教书育人，乃是徒儿的兴趣爱好。枉费了我当年精心的培养你，你竟然是如此的没有出息啊！师傅，教书育人怎么会是没有出息呢？正所谓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哎。莫要在我面前说这种文绉绉的话啊！我最烦的，便是那文人，满嘴的知乎者也，却浑身一无是处啊！师叔，二师弟说您富可敌国，可依师侄看来，您住的这个地方，也不过如此嘛。那可未必，咱们师叔桌子上这个茶器呀，在长安城都能买一座宅子了。哦，还是小倩有眼光啊！你们师叔我行走江湖多年，也收集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师叔，你这才叫人生啊！哎，随心所欲，道法自然，正是我在修的道。依我看，修道之人还得清心寡欲为上。你要是清心寡欲的话，为何还要找那麒麟角，还要想那杨小妹啊？哎，杨小妹，大师兄，你还在惦记那贵妃娘娘呢？师父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找麒麟角的？你们几个岂能瞒得过我呀？你们闯安府闹大理寺，便是傻子也知道了。大勇啊，你平时遇到事是畏手畏脚的，遇到危险你都怕得要命，这次倒是颇有勇气啊。谢师父夸奖。我可不是在夸你，我问你，师父教你的神仙梯你练到第几层了？还是第二层。这跟刚入门的时候一样啊。你白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呢，还有脸去教别人？师父，我教的可是经史子集。闭嘴吧！你们那位新朋友为何迟迟不敢露面？再不出来，这茶可就凉了。薛大人，又是一具男尸啊！听村民说，此乃十年前南城中的赵秀才。十年前，七金，你过来。属下不敢看。依下官判断，隔了十年才挖出来，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啊。
此事一旦传开，又会引起一场事端呐。姑娘请。原来是花姑娘，来了也不早点打声招呼，我好去接你啊。此乃是产自浙江的紫笋茶，一钱茶值十贯铜钱。十贯铜钱？师叔，再给我来一杯。好茶，你这花妖还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好好的茶都被你这么浪费了。确实是好茶。花妖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是啊，我们四人来此都费了一番功夫，你为何如此迅速？你们为了困住我，真是煞费苦心，演了这么一出大戏。难道你不怕火？我当然怕火，只可惜你们的阵法太弱了。哎，我问你呢，你怎么找到此处的？你们莫不是忘了，我是花妖，只要路上有花，便可成为我的眼线。原来如此，我们一直被你监视着。我早就说过，我就是来监视你的。看来我们真的是白费心机了，以后再也不在你面前耍这种雕虫小技糊弄你了。那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此次来是有要事要询问你师叔的？师叔，你可知通往女儿国秘密通道的地图？十年前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前去守卫过女儿国的入口，你的师父和另外两位师兄都仙逝了。我凭借最后一口气，借助了神仙梯，才逃过了一劫。可是元气大伤，足足养了八年，才恢复了三成法力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地图。那条秘密通道也只有你师父一人知道。既然你师父去世了，普天之下再没有人知道了。如存不存，若尽非尽，如是一类，名为飞翔，而非飞翔处。没有地图，那眼下可如何是好？师父，您可知如何解蛊？解蛊？师叔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四个都中了安禄山的蛊毒，此次寻找麒麟角，也正是为了要解除这蛊毒。原来你们如此积极，是受人所迫呀。师父，您到底能不能解蛊啊？不能，我学的乃是防人之术，从未接触过蛊毒这样阴毒的术法呀。那到底谁能解蛊啊？师父，你们不必费心了，这蛊毒除了安抚，普天之下无人能解。你倒是自信得很啊。因为这解蛊之人已经被除掉了。果然人之贱则无敌，所以你们也不必想着解蛊了，还是乖乖的寻找麒麟角，到时候蛊毒自然就解了。安大人这坏人做的还真是可以啊。那这眼下该怎么办啊？你方才也听到了，还是乖乖寻找麒麟角吧。我知我中。
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随了我，我念起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碎，唯留血染墨香两茫茫。在刻我心伤悲，莫知我衷，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连我，我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碎，唯留血染墨香两茫茫。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连我，我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碎，唯留血染墨香两茫茫。茫茫。